三国天下纷争，万夫莫敌的吕布惨遭战败，成王败寇，十日皆丧，与吉鲁皆亡。敢问苍穹，谁握天下之生命？孙曹刘，非也，非也。是为燎原之火，生死一笑见歌立，燃尽中原，席卷天下的必是火凤。残兵败将，水镜谋，三大乱世之事，谁收传奇？且看火凤燎原。山，残存一